你看这里一只鲍鱼，哎呀，那里有两只，哎呦，这么多呀！哎呀，你看它正在爬上，我给拿起来了，搞笑呀！走走走，看那两只。我的，你看这个。哎呦，不错，它的小触须都露着，一戳上它都弄回去了，给它拿了。哎呀，这个犀利，哎，刚刚那个犀利青，这个犀利老强了。哎呦，这一个也行，你看，它本身犀利可能会更强的，就是因为它刚刚在爬，让我给它戳了。行吧，带走。起，哎呦，好大一只八爪鱼啊！你看看，哎呀，真是发财了。我看那个石块底下有一个海星，咱过去翻一翻，看看有没有大货呀？看到了吗？这个海星。咦，还行啊，这个也给他带走。有没有货？哎呀，鱼，哎，好了，哎，给他放下，往这边放。你看这个海浪派，这里这些都在沙滩上，没在水里，晒得不行了。你看，像这种咱不要了，咱上次捡的还有，不要了啊，不要。我看这边好多海星啊，过来看看。哎呀，又捡了一堆啊，这比刚刚那堆还多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带走了啊！哎呦，小虾米，你们看，这个虾子还挺嫩的，不活了，不要了。哎呀，这个最大了，这个好吃呀！带走了啊！笑啥？这个是笑的，还挺萌的呀。这个也能吃，带走。好明显的两只海参啊，你看绿绿的，哇，这个颜色可真漂亮。咦，你看石头都让它洗起来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里还有一个小可爱，你看这个才小呢，比起这个来小很多了啊。你看软软的，这个软软的品质一般呀，带走了啊。看这里还有海星，这个都可以吃了。我看看这个石头底下有货吗？哎呀，有！哇！哎！哎呀，这个好大呀！看看，哟，还脱水！哎呀，这是多少石块啊？我给它数都数不明白，我感觉大的小的都有，太能吸了。干啥呀？你们猜，这么多石块吸在它身上，它会不会累呀？这里下个好几个海星啊！你看。哎，这海星身上还有小鱼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小螺还挺漂亮的。它这几个海星造型还行啊。哦，你看这个爪子，哎呀，你们应该能看到啊，无数只小爪子在蠕动啊。你们害怕吗？带走了啊。呀，这个给它掰一掰，嗯，那造型也还行。但是这个这么小，里边没有啥籽儿，吃不着。煮出来好看的，看这一个，两个品种呢，是吧？这种可以吃，这个不可以吃，你们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点个小爱心。哎呀，走了啊！这两条小鱼，你看看，呀，都还活。你看这一个，张嘴了，那刚刚为啥摇尾巴？是不活了呀？活，放水里，看呗。这是水冲的，好不好？刚才张口了都，看呗。对，还摆动身体。只是刚刚张着口，还活的，耶！我一看它张大口了，我以为它不活了呢。看看这个咋回事？这个怎么样啊？这不是鳗鱼吗？啊，放水里就还活，你看。行啊，带走了两条小鳗鱼啊，不知道回家能不能做一盘啊？我给它打点水养着。哎，行，给你们看看八爪鱼的爪子，哇，好粗呀！一拽它收回去了，呀！我一看那两条爪子，我就知道这个八爪鱼不小啊。这脑袋咋会这么大呢？你看看，这里边还有卵。看这里，一条鱼，还有一个海星。你看这个胖大星多好看呀，硬邦邦的。这个不可以吃哟，输了。这个鱼，你看它那两个眼睛好可爱呀，扁扁的。哎呀！虽然它不活了，但是我看它面色红润，非常的新鲜。啥鱼？这不是那个龙鲤鱼吗？也叫蛇头鱼。你看，它真漂亮，你看很新鲜啊，翻过来都是很新鲜的。带走，看这里，我上来就发现一只大八爪鱼。你看这个脑袋还不小呢。哎，
现我发现它了，自己一下子就杵回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大爷的一条，中了啊！放下，放下，看这里看看有没有啊？哎，没有，在这边。看这两个像有货的样子。哎呦哎，奇，没有。天太热了，估计乘凉吧。不是的，你们听我和摄影师的解释哪一个对哈？这里是水流的下流嘛，这里有海带，这个虾就下不去了，所以说被海带都堵死了。你说呢？它是在这乘凉，你看这个还活，你看这个小爪子，大虾很大，给你们看看，这个比我的手还大，真的，一点都没夸张，我的手在这儿嘛，你看，这里还有啊 ，thank you， 哇塞！这里多大呀，惊呆了，今天晚上回家就直接给他做个鱼粉大虾吃。这太大了吧，你看这边的水流还挺急的。哎呀，这刚来又是海带一大桶，就从收获海带拿也拿不动了，我一会儿再去排水口那边给他放着，这么多沙洗一下。好的好的，真的，前面还有一块，快走过去。又被石头堵住了，他们也是下去嘛，这里有块石块正好堵在这下不去了。你看还有吗？没有。走，这个石块怎么这个造型啊？是翻了没给它翻回去啊？我得给它回去。哈，你看这个石块，这个海带一下，我的天我的天，我知道了，今天拍大虾呀。之前我捡海带的时候我咋没见到底下有虾呢？是因为今天拍大虾，你看看不拍大虾的时候海带底下都没有的。哎呀我的妈，太过瘾了吧。哎，这个小虾子太小了，它比起这个一直接一个爷爷一个孩子呀。收了，来把海带带走，带太多了吧，真是大发财啊，海带大虾大发财啊。今天我这随便一算300到手，走继续快来打虾子，快来放海带呢。你看看这是口这边就有块海带，正好直接不用捡了，放下吧，都给他拿。经过上次的检验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海带放在这儿还是挺好的，一点都泄不坏，因为这个水很清澈。给你们看看，捡了这么多虾，这么多海带，那什么情况？这两条八爪鱼在这儿，你看在这里还很安逸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一来了他们吓得都变色了，哇、哦、越变颜色越深，你看你看，我猛的一看还以为他们奄奄一息不活了，你看看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。哇，开花了。哦，这一个也是，这个比刚刚那个还大一点，你看这个大脑袋可太大了，看这底下有吗？没了，应该就是从这里边钻出来的，底下空很大。我出来一看，我背后还有这么多虾呀，惊呆了，我的老铁们，你们看，惊呆了我自己。你们有没有惊呆我不知道呀，是不是你们看我捡虾都捡习惯了，是因为这边他们就是不定时的会采一些虾。哎呀你看看，哎呀被水冲下去了，摄影师一把抓过来了，你们看过不过瘾，给不给力。哎呀妈呀，这个也太大了，咱继续看看有没有漏，继续往下走，肯定被水冲下去了，咱们就顺着这个水流继续往下走啊。哦，走过来一看，好大的毛蛤蜊呀、啊！哦哦，它咬我哦！咦、哎，你看看，这个叫赤贝，可以刺身啊！可以可以，收了收了，你们想不想吃？有没有喜欢吃刺身的？记得给我点点赞呀！这是不是的？哇呀妈呀！一下子三个，这不是发财的节奏啊！我的天，大虾呀，这下边海带大虾都有啊，你们看，我的天，哎呀
下面还有大虾，你有没有看到远处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还有一个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顺着水流往下走就好了，再把海带装进去。都出火了，我你不急我急。那你先跑下去洗吧，我在后边捡你的漏。我不拿桶了，我也跟下来了。嗯，行，还有吗？还有还行。啊，这个，啊这一个。哎呀，这不明显呀，要看不到一脚就踩了。但海水看着不好了，不要了。哇，仔细看，这里有个毛蛤蜊，这招蚊子了，这是招虫子了。赶紧闭上嘴巴，要不然就被蚊子吃了。看看这个还行不行，这是要不活的节奏，带走吧。哎，行，今天收获可以。你咋了？快点，别上去，我们赶紧来追吧。带走了。看这两个月亮贝，好大呀！最近月亮贝很多哈，这种就是壳子硬，肉也还行，上次尝了还不错。带走，你看这里有三倍呀，还不少，还不少。你看，一起捡了，带回去。哇，我没看见呀！你看，我走过来才发现这里好多小黄花鱼，快捡吧。看看还行不行啊？新不新鲜？看起来都还挺新鲜。闻一下，一点味都没有。这个可能不太行了，不要了。我看它张着大嘴，一点食欲都没有。这几个还行，看的。这个好肥呀，扔的那个也很肥，可惜了。哎哎哎！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你吓我一跳！这是什么？八爪鱼啊！我竟然没看到，我光捡鱼去了。直接跟我说这里有鱼，抓我干什么呀？收了啊！走，哎呀，好多鱼啊！那还有海星。哎呀，带走带走，看好多鱼，我给你们看，我这来一会儿捡了多少？哎，好大的海星，带走。看这边还有鱼，你看这里还有鱼，这太多了呀，无法解释是什么原因。看，很新鲜。看看石块有没有八爪鱼，哎呀，这太给力了吧！毫无心理准备，就给我上来两条八爪鱼。看看这些石块，都有没有？咱都挨个翻翻啊！大海起雾了，哎、现在。今天天气一般般吧，多云。最近天气都一般。有没有？哎呀，过来这里。有没有？哎呀，这几块石块好沉啊！看看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太不容易了，咱这海。看看这边的石块，哎呀，大八爪鱼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哥！哎，起来！哦，还行啊，带走。这里有几个扇贝。哦，你看，这里还这里有海胆，我的天！再把扇贝捡了。哎，我看看，海胆呀，它还活不活？啊，哎，动一下看看，哎，还是不错的。我看到它这边的爪子还动了，它是活的。带走了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小海螺，我拿一下试试啊，能不能够得着？这边水可深了，太深了够不着呀。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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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千万别湿了我的衣服，哎。你看它的肉进去了一半呀、啊，你看，给力给力，收了啊！这螺还真不小呢。看这里还有小鱼，这最近搁浅的这个鱼好多呀，你看看，带走带走。这里还有一个扇贝啊，这个壳可真漂亮。哎呦啊，这里还有一条小鱼。看这里好多这种黑色的贝呀、啊，你看，这种还挺好吃的，味道很特别。我也形容不了，你看，真好呀，拿不起来就是。我看那里边还有吗？没了，这里还有一个，那太棒了，希望能多捡几个。这里果然还有啊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，你起来，这里还有一扇贝，你
差点踩了。你看这里还有，哎呀，扇贝好多，你看都捡了。看这里，给你看看条鱼，我的天，它就随着水下来了。你别看它这个样啊，还是非常鲜活的。涨潮了，往大海里窜啊！这是。好像是，它感觉到是涨潮了。你看，潮水涨到我身边来了，那边还有一个浮萍。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海胆。不管那个浮漂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哦哟，今天又捡了好几个海胆，可太好了。那你水还是热乎的呢，带走啊。这个扇贝，哦，你看，蹲下一看，哎，这扇贝本来开着口，你看，你看，慢慢的闭上了，哎，挺好玩。蹲下一看，这里边有一堆蛤蜊，你看，好大的大蛤蜊啊！哎呀，你们都吃过吗？我记得我以前带过，有好多朋友是吃过的，真好呀。当我说好吃的时候，你们也吃过，我感觉这种感觉特别好。就是如果你们没吃过，我说再好吃好像都没有用似的。你看这个肉特别好吃，就是你吃到嘴里啊能爆汁啊，那个感觉。虽然它的壳挺厚，就带走啊，这一窝是没有了。又一只大海星，你看看最近这只海星都太大了，这些海星啊活不活就是不多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扇贝活的，你看之前好多小海星一群一群的，现在是大海星，但是个头没有那么多。这里好多海星啊，你们快看，哎呀遍地都是啊。我这高磊，我看看捡了条鱼，你看看吧，这么多海星我煮出来啊，煮出来太好了，大的都能吃了，带走带走。看这里，它有一个这个品种的，不一样的。哎呀，它露这么点小爪，你都能看到啊！长进了呀你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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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直接就没看到，因为它和我不是同一个方向的。哎呀，藏的挺好呀，就差一点，就藏的非常完美。我估计你没看到，看你都往下走。看到我方向和它不一样。方向背着，他就露一个小爪就让你看到了，厉害了！捡海星，接着捡海星，这么多，你看，这里还有，上来，差点又有抱臀的感觉了，看怎么样？走，继续看看。它和沙子颜色差不多，没看见。走，看这边有没有？耶，没有，耶。这边耶，没有啊，走回去。哎呦，哎呀呀呀呀，我的天，什么情况呀？啊，哎呀呀，这几个石块底下逃八爪鱼的几率可真大呀，看里边还有吗？没了。看看这底下，哎呦，这个石块好拉人啊。我都看见了。哎呀，这个石块这么拉人，都拉到我的手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哎，拉到我的脚了。条八爪鱼都对不起我呀！哎，看这里，好大两只毛蛤蜊啊！你看，但是这个小一点，你看是不是？光看它的轮廓就能拍个大概，就能感觉它有大小。看怎么样？收了啊！这一大一小可真过瘾，回家刺身。我本来是要过来捡海星的，你看这边有一个毛蛤蜊，他俩这是谁来谁家串门的，海星来了，他俩刚遇上就让我给逮了，这也太不容易了。这个毛蛤蜊壳咋还不齐呢？发生了什么地包天的感觉？大家快来看呀，哎呀，好可爱的一只小胖子。哎呀，他整的这样可真可爱呀，是，这比那种长长的可爱多了，看起来真好看，胖胖的圆圆的。你们看这边三只海星围着一个海参，这是干啥？要打架吗？他们三个要来围攻这只海参了。这只海参可真可怜呀，是不是？我给他解救了，一起带回我家。走，我看这边有货吗？呦呦呦，这啥海参？哎呀，看错了，这什么东西毛毛茸茸的，没有，这全都是螺，这螺也可以吃。
溜了。哎，没有过。你看，我发现这里被石头卡住了，一只小河豚。你看腿行不行啊？哎呦呦呦，哎呦，还活的活的，生气了。它一发现人逮它就生气。我以前哈让它生气，它一直不生气。我从网上看到一个绝招，他们说刷刷鞋就能生气，我试一下啊。哎，希望能行吧，刷一刷。哎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感觉不行。它好像太小了，刷一下看看能不能生气。不太行啊。哎呦，但是它确实有生气的感觉。我不玩它了，我希望它能活。给它放了吧。我给它放了呗。它这边还有好多海星啊！哎呦呦呦呦，走过来一看，一只两只鲍鱼啊！我先把海星拿了。哎呀，这个海星，两只可以吃。鸟只太小，我不可以吃，带走。看这个鲍鱼，哦呦，好大呀！你看，跟这个，这是食指，跟这个食指差不多大。哎呀，哎呀呀，有点不活了。哦，我的天呀，这个可太活跃了！你看它的大肉都跳起舞来了。你要一碰它，它就变硬了，假装不活的意思。其实这个也还活，你看都冻的。带走啊！这个石块翻了吗？哎呀，没有，哈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发现一只皮皮虾，还挺活跃的嘞。看看公母呀，这是一只公母的，很小，没啥肉，但是它有这个虾线，感觉还行。带走吧，回去一锅煮了。你看这边，呀，海肠一个，虽然很好吃，很有营养，但是就一个吃不着，不要了，放在这吧啊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哎呀，这个在这爬起来了。又跳起来小舞了，哎呀，石块都吸起来了，这个吸力好强呀！呀呀，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差点吸不起来，差点拿不起来呀！看，来，我看这石块里啥，肯定有半把鱼的钱。哎呀，没有。哦，好漂亮呀！你们看这是啥？这里面不会有肉吧？我猜应该是没有肉啊，这是螺壳，一般好漂亮的都没有肉的。你看，这太干净了，太漂亮了。这个我得自己留着，我自己都惊呆了，好漂亮呀、啊！这个摆我家里估计好看死了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你看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摄影师已经激动的不行了，他的手啊一直在提示我旁边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你看。真好看，还长得一样呢，应该是一对冲下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这俩我都得自留了啊，带走带走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刚来桶还在那边，我就随便走一走就看上了。这里好多呀，好多海凉菜呀，你看看，哇塞！上次回去真的是吃的可爽了，连吃好几对，一对半一盆。我给你们看看，今天这来，这比上一回更多呀，你看看。一大堆一大堆的，太爽了呀！这是啥呀？啥情况呀？这晚上的风可太大了呀！就是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平时海边的风也比市里大哈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来海边要一定要做好防晒，因为海边的紫外线和风都很大。怎么样，给力吧？好不好看？哇！新鲜的味道啊，真的是很鲜香，一股的新鲜的味道。这一闻就有点流口水，收了啊！你看这个还漏了，带走了。呀，这里还有好多呀！你看看，还有海虹，啥也有哎。哎呀，这里还有好多，你看看，都是一堆一堆的，长在沙滩里的也有。你看，这么多，这里还有，还有，哎呀，还有小海虹，这么点不要了吧？来看看海。底下有没有这边的石头？底下很容易藏八爪鱼、螃蟹啊。有没有？也没有，但是里边有个海凉菜，不要了。看这边有没有？没有哎，正在再没有我要疯了，还是没有。点点海凉菜，安慰一下我受累的小心灵。我离老远看到这一根海凉菜了，但是走近一看，这里边有八爪鱼啊！你看看。两条呢还是，哎呀呀呀呀，它本来不动，但是我一动它有反应了。你看看，哇塞，还有吗？
没了，这个海凉菜也带走。大家都知道牛油很过日子呀。你看这里还有扇贝、海星，这边哈海星大泛滥，就像有一年青岛海星大泛滥呀。你看看，这日照的海星也不少啊，瘦了啊，这一下子爆桶了，拿不动了。看看石块底下有货吗？没有啊。哇、哦，没有啊！这里有一对扇贝，虽然没有，哎呀，这个打碎了，被风打碎了，不要了。虽然没有，好多碎的半爪鱼，但是扇贝也不错。你看，其实它们都还活。你看这个，一般人浪费了。走吧，你看看这里，好多扇海凉菜呀！这扇贝简直让我抠，一张嘴直接就说扇贝。差点说错了，我发现我最近经常口误啊，但是我的铁粉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哟。太多了吧，你看看，哎，这里还有好大一个海星啊。咋了？它小脚一直在动，刚才。那你激动啥呀？在我看来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我想让拍出来让他们看看。你们看看，现在涨潮了，还正在往上冲啊！这个海凉菜，我得带走一些，我得捡呀。你看看，好多呀！哦，哇！啊哈哈哈！我的裤子，我的鞋，快快带走！快点，冲跑了！冲跑了！看，快进去了！哦，这还有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先进去。你看我裤子湿的。现在还很凉，你们知道吗？冷啊！有没有货？有。我看见了，快点快！啊，真有啊！哎呀，我拿不动啊！真是没想到有啊！沾了沙上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它就光脑袋不动，爪子一直在那飘啊！行，这个石块这样放着可以的，走吧。你看这边，还是还有好多好凉海凉菜呀，带走啊！这么多呀，你看这也太给力了吧。哎，带走，看这底下有吗？有有，没有。哎，看这个有没有？有有有，也没有。你看看这里有扇贝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我说哎呀哎呀，拿不起来了，我赶海四五个小时了，把我累穿走了。看看这个石块有吗？有没有？这里哪是一只蛋？你们看，我的天，这个鸟蛋，这个鸟可真聪明。你看，上次在教学区，他们拉在海带上。你看，现在他们又整在袋子上了。这谁家的袋子放在这儿呀？这个应该是那个大海的，他收获好多就用袋子装着啊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海鸭蛋，鸟蛋把蛋。鸟蛋拉在上面，海鸭蛋在附近，沾那个边还想拉在上面了，估计这就没放在上面。这个你收了它吧。不对呀，我忘了，我光在这寻思的鸟蛋了。这个的话我应该也带出去，这算是一个垃圾，但是这个袋子很干净，我洗一下扔掉了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碎蛋，哎呀都坏了。看看这边有货，你看这里有扇贝，哟，还有蛤蜊，把这些扇贝捡捡吧。这每次赶海都能捡点扇贝吃。看看，等等，看这些蛤蜊出来了，把小蛤蜊也带出去。这个扇贝也会窝沙呀，你看，带走。一堆四个摩尔螺，四个方向。你们可真会整啊！哎呦，哇，这个水啊，好丰富呀，个头不大，像这种吃的正好啊。哎，真舒服呀！咦、哎，这属于是中等个头，太好了，大的咬不动，小的吃着没感觉，就这种不大不小，吃着正好啊。你们有喜欢吃摩尔螺的吗？有没有没吃过的呀？这个又像钻进去一样。好了，我再洗一下，太脏了。好大的大海参，你看它的小脚脚都出来了，它在这爬，触角也在这儿。
哦，还吸个石块儿，啊啊，哈哈，带走，看看这个石块怎么走，哎，嘿，你好，真的一点都不稀奇，这几块石板子底下淘棒爪鱼的几率太大了，来这个石板子，翻开有没有？没有，只要来，他们都会被我翻一遍，有可能还被别人再翻一遍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呀，这个石块直接不用翻呀！你俩在这儿，你看多干多哎哎，露个小头，哎，这还吸不出来，力气还挺大的。石块花了，呦呦呦！你说这个石块咱还有必要翻？没必要，里边应该没啥，爬出来了这里。哎呦，我的天呀！哎，真打脸呀！哦，一个小胖子在这儿，脸打得啪啪响，没把那个海参给压扁，居然，你发现了没？幸亏我勤快，这么高的上货几率，你看看，我就说吧，今天的上货几率太高了，这咋还一个蛤蜊送我的？看看今天的收获怎么样？你们不是要看桶吗？看看，还行啊，有吧？继续，还有蛋，快点快点，这里两个，那里一个。一下子三，我看前面还有下背，快去前面捡一下。哎呀，真多呀！哎呀，给你们看看，光给你们拍这种多的，刺激刺激你们。你像那种一个的，我都不拍出来，我都不剪辑。光给你们看看，我收获太多的镜头，刺激刺激你们。你们想来玩吗？欢迎你们来我们山东日照玩呀！哦，你看，你看看，自己慢慢就闭上了。再走，再走，可以的。怎么变这些东西？扇贝呀！哈哈哈！我刚说完遍地都是扇贝，我就看到这里有海参了。哎呀，这个品质没问题，这个变长了。哟哟，希望你还能缩回去。再走，再走。嘿，有吗？哇，好大！鱼藏在里边，你看它的成色，我就知道它还是很鲜活的啊。就是它不怎么爱动。说起来，八爪鱼，听到我在呼唤你了吗？八爪鱼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天，大鲍鱼，呀，哎呦，你看，哎，一下子给它弄掉了。不错不错，厉害厉害！你看这两只大鲍鱼，是不是发财了？哎呀，瘦了啊！哎呦，这个扇贝还在跳呢，让我给抓了。带走吧，带走吧。哎呀，看看有没有？没有，走吧。看这里，海参、鲍鱼啊，这么多！你看看，我看这边几个海参，两个。哎呦，这个海参品质可真好啊，硬邦邦的。你看，吸力还很强，吸这么多石头。哎呀，一个比一个大呀，不错啊！让我来看看这几个鲍鱼。哎呀，没吸力，不活，哎，活的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，不是没吸力，是你手劲儿太大了呀。是它太对，它们正在爬行。它都吸着石头，刚才一问。你说你就说完呀，吸石头，然后呢？你不给拽下来了？是的。他们就是这样的，他们要是爬行吸力就很小，要是不爬行的话吸力就会很重的。哎呀，八爪鱼大哥，这一堆咋回事啊？今天排水口排什么大货了，把这些大货都吸引过来吃食？你看看，收了啊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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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吸住了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天，看这边还有吗？咦、哎，没了，走，咱围着这个走一圈看看，来，收，起，起，没有啊，咦，这是一堆蛤蜊，你们看，这么多，而且都很大，看到了吧？哎呀，但是它虽然很大，但是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我想象的最大也就这样，你比较一看，这么大，你又要说话，你说啥你就说，大方的。我们一样说话。收了啊！我挖底下看看还有没有？哎呦，还有还有！哎呀，你看，
这一个比一个大呀，慢慢的都成熟了。看，这里是怎么拔也拔不完，我在这里拔了好多了，拔了好多次了。哎呀，看看，这个也是，看，是不是？就跟就是你每次拔完了还会有，差一点是吧？就是每次都是有遗漏的，每天都有遗漏，就每天都拔不完的那种感觉。哎哎，你看这边。收洗一下，收了啊！你看这是吧？哦哟，你看看，我以为就这一窝，那我过来，扒过来看看，这什么？遗漏的壳子吗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可能这个是离家出走的吧。我看这边有一条鱼，这咋回事啊？蜷了，身体都蜷起来了。你看，看这感觉也还行吧？啊。没有特别白，看着很新鲜，带走了。这个鱼很鲜嫩，很好吃。这边，哎呦，好多海星啊！最近捡海星都捡到手软了。你看，这么多呀，又肥又大的。走走，又是收海星的一天呀。你看，这个好小啊，但是它很可爱。收着。哎呦，正在爬行的，你看看。起来了，在这里围着这里转圈，这里还有一个大毛蛤蜊，不是大蛤蜊美味。哎呀，它是要往哪里去啊？你看那边还有一个鱼，让它差点给逮了。不说了，一起带走你。呀呀呀，心里好强啊！哎呦，哇，这个声音，带走了啊！呀，金钗花了。行，我看看这个石头底下有，这个也不能放过。哎，这底下是石子。忧郁跑了，我背着海星过来的，你看看，走过来一看，这里还有爪爪，你看这边也有爪爪，真搞笑啊！一只八爪鱼带走你，你看不行吧？这只也好厉害啊，跟刚刚那个差不多啊，带走它。看，哦，那边还有一个鲫鱼蟹，嗯，这是鲫鱼蟹，你看，嗯，海星带走，这个再给它扣上，哎，这边。再捡个海星，来走啊！开着口的毛蛤蜊，这是要欢迎我过来。哎呀呀，它听着我声音，啪就把嘴闭上了。这一个呢，这一个直接就没开口，大的警惕性高啊，小的有点放纵，该说不说的，带走啊！哎呀，不小啊！这回家这一个就能切四十人的话，都能切个小半盘了，不我一个人吃的。哎呀，这个打不开，走，继续。看看有没有，这边的水是热乎的，可真舒服呀！哎，这是个，哎呦，蛤蜊呀！我还以为拿了个石块，你看，错，带走。看这边，哎呦，哎呀，一箭双雕的感觉，每个石块旁边都有货呀！这个海星要不行了，这个海参，说错了，没了啊！你看这里，还有个毛蛤蜊。我眼神老好了，快快快！刚才没看见，你看它颜色跟旁边差不多呀，直接没握沙呀，不应该藏在沙滩里吗？行啊，白捡的，就别说是不是了，走吧。这是什么？你看绿绿的，我的龙虾，我的妈！幸亏我过来的早，一下子给它拽出来了。我的妈呀，大龙虾！给你们看看啊，我刚来捡了几个蛤蜊，我心想今天完了，又全是贝类不值钱。来，给你们看看，这是一只小青龙啊！哇哇塞，你看，这很灵活的，你看它的触须，真像青天大圣孙悟空啊！怎么样？上次吃了一个，我之前吃了一个，味道特别的好，它比那种大钳子的，它比那个有肉啊！你看它这口今天。跳水非常的快，所以会藏很多家伙。这里是不是一只扇贝？给你们看看，好多呀！哟，还有一个小海星，哎，真可爱！我拿出来看看。妈耶，三只脚呀！你发生了什么？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呀？哇，好多呀！哎，都捡走。看，开着口在这呼吸，一动它就憋上了。那、这个也是，噔噔。哎呀，把这两个捡了，差点趴地上了，带走。
给狗狗看看这个行不行。嗯，慢慢就闭上了，完全没问题。走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看下面有没有。耶，哎呀，我又打到脚了，还没有。哇塞，你看看，真的是太过瘾了吧！你看这个八爪鱼，帅气帅气，带走，一下子又有沉甸甸的感觉了。这里好多扇贝呀、啊，这个季节干海，每天必收的是什么？扇贝和八爪鱼，其他的能收条鱼，或者说能收个什么东西，就已经很幸运了。哎呀，力气这么大吗？你看看，哦。看力气好大呀，个头也不小，这一个炒不了一盆，得两条。啊，放下放下。咦，这黑黑的，是不是以前咱捡过的那个扇面贝？你看，果然是。拿不起来。你看好大呀，不是因为我戴手套笨，是因为它们太大了，一个手伸拿不过来了。你看，这种蛤蜊还挺好吃的，味道很特别。看这里还有两条。你看，个头还真不小啊，跟我手掌这么大。这个啥？扇面贝呀。哦。挺好看的，味道和普通蛤蜊不一样，挺特别的。哦，又一只，快看！哎呀，这也太美丽了吧！漂亮，带走。继续，看这里是一只蛤蜊，我看看是不是。我这眼神老好了，我说是就是呀。怎么样？你看。但是我还看到这里有美贝，哇，这美贝比较一下，怎么样？还是这个胖一点，快点捡吧，别瘦了。我给它使劲挖一挖，看看能挖出来多少。哇，给力，给力，怎么样？给力吧？我觉得还不错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大的，底下咋啥也有啊？这底下还有那种，白蛤蜊，哎呦，还有一块大石块，你看看，这是不是？这也是个石块吗？我再使使劲再挖一下看看。哎呦，你看你看，还有好多呢，我本来觉着没有了。看看，这会是差不多了。但是这种，这个叫黄蚬的，这个也好吃，黄蚬的可贵呀。老贵了！你看它这里好大一块大海带啊，这个海带品质有多好，从头到尾品质都太好了，一点坏的都没有，就这点不太好，忽略不计。这么大，你看看，太给力了吧这呀！我开心呀、啊，你们开心吗？就这种大海带，你们馋不馋？别走啊，这个我不舍得吃，留给你们。我这个得卷一下吧，这个光桶里一下子就满了。哎呀，行啊，这样卷一卷，哎，看，洗一下刷，你看我卷的还挺板正的吧？哎，我不太会干活儿，啊，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你们看看，卷完这一块我估计着桶满了。看能不能放进去，来、啊，有没有爆头的感觉？来，给他拍个照，拍个照，拍个封面。谢谢大家支持，大家给我点点赞哟。走，继续看还能抓到什么货呀？看这里是不是有一些蛤蜊啊？哎呀，我的天呀！我捡完这几个蛤蜊，哎，这里还有个蛤蜊壳。我捡完这几个蛤蜊，我走吧，我桶又拿不动了。这里是啥呀？黑乎乎的一片，你们看，这是海蛎菜呀。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说嘛，它的根儿很软，一拿就，它长在沙里，一拿就掉。你看，昨天晚上风很大，最近嘛一直阴天下雨，你们那边是不是天气也很冷啊？你看，都冲上来了。哎呀，这直接的，不用用手拔了，直接拿出来就行了。你看，这是深海里刮上来的呀，应该是，深海里也有，沙滩上也有，但是沙滩上的没有这么大。太棒了，用热水一烫，直接凉拌，很好吃啊！你看这边这么多呀，哎呀，漂亮，这比岸上的漂亮好多呀！
一桶啊！快快快，上面还有好多，快点！我没卖呀，我这个很还这么多，下面也还有这么多，快看！嘿，对你动作得快点，要不网友得说你了。哎、那咋整啊？我就这么慢，我不会干活呀，我活多呀！妈呀，我怎么捡一会累了？看看，刚来后头了。怎么样？太多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噔噔噔！今天晚上回去凉拌一下子吃。哎呀，好多！这还有这还有！不像，这么多呀！你看看。这也太多了，哎，这一会儿那爆桶了，哎呀，我很少有满桶的感觉呀，除非捡到海带，要么就是这种凉菜，哦，好开心啊！看着，我离老远过来看，这里有一堆，走近一看，那里还有一个脑袋，你看还有一个小螃蟹爬过来了，哎呀，这天气一冷啊，海货就都藏起来了。天气暖和了，很快就出来。给我骑！哎呀，你反应还挺快的。你看，树兰，这个八爪鱼挺白嫩的呢，比之前抓的那个白多了啊。看这个，哎呀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呀！你看，它突然变色了。我感觉它要跑了。刚刚那个不会变。哦，还脱水。你看。哎呀，走，给它回去。哎，这里是好漂亮、好精致的一个小海星啊！你看，跟手掌一样大的，你们喜欢吗？这里好多扇贝，你看那里还有凉菜，这个是海凉菜，就是用热水烫一下、凉拌一下，特别的好吃，跟龙须菜似的。你看，但是它烫了之后不会变色太严重啊。这里一条八爪鱼。哎呦，我的天，怎么这里还有一个脑袋啊？拍错了！哎呀，你去哪呀？你看它会跑呀！我看这里还有一个，哦呦，你看这一个大爷，好大呀！哎呀，走，继续。哎，再给它造个窝。哎，你们知道我把石头放回去的目的是什么吗？第一是要保护自然，第二就是造窝让它们藏。看，发现这里还有一个脑袋，为啥都喜欢露脑袋呢？你看你藏进去，我不就发现不了了吗？这里还有一朵凉菜，哎嘿，出来吧！咦，好灵活呀！带走了啊！哎呀，这一会儿有爆桶的感觉了，拿不动了。看这里还有一只小海星，哎呦我的天！发现了吗？这里还有一条大八爪鱼，我过来是拿海星的。哎呀，好看！你看，这个八爪鱼也是白白嫩嫩的。带走啊！哎，我看这底下还有吗？你跟我起来。没有。走下去，这下面有扇贝。哎呀，这一会儿，哎呀，感觉桶有点拿不动了。你看看，这一桌海凉菜是这个石头给它堵住了。走，下去。下去，看这边水流很急，都冲下去了。他们被浪打上来，然后不是被淘了吗？淘了，这边有水流就下去了。像这么一丢丢，我也带回去。看这边还有，顺水流下来就好了，好多呀！你看，走，这里好多扇贝。哎呀，这一对比，你看看，这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呀！这个扇贝怎么这么大，而且还这么干净？你们看我们这边海水清澈吗？真是干净。带走了啊！我们这边的海鲜鲜甜，格外鲜甜。说真的，真的是。呀呀，掉了！呀呀，带走！嘿、哎，我的头！看这边还有，好多。我看这里，好多毛圆螺呀！
哇塞，我终于等到了猫眼螺，快看看这里还有一个，终于等到了，这个还没卧沙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猫眼螺适合生长的季节是春秋冬这三个季节，冷一点还没有关系，它们就怕热。哦，你看它的小触须，哇塞，让我来给它捏一个啊。哎，我都馋了一个夏天了，你知道吗？终于到了秋天，天气冷的时候有了，收了。哇，这肉也太大了，太肥了。哎呀，是用不上力。哇，哎，这个是不太好的感觉。你看这附近好多它爬行的痕迹，哎，这个肯定捏得过瘾。鲜活的猫眼螺捏起来就是爽。哎呀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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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感觉也不对。还行吧，只能说是它身体不好，太虚弱了。这个更不行，这个还动不动？动动，这个还不错，收了。刚刚那个是单独的，单纯的偷懒呀，它是。哇，这肉太大了，直接都捏不明白。就使劲洗一下，猫眼螺的沙是最多的。喂，火哈，一下子收了五个猫眼螺，太过瘾了。走。哦，什么情况？你看看这里，这么多大蛤蜊，我的天哪，太哇塞了！三四五六，六个，这个还坏了。喂，收了。你看这个还能不能要了？这个看着好新鲜，没开口就是还活的，只是受伤了，太惨了。哎，我把它带回去吧，这么大的肉不要，太浪费了。收了。最近每天来啊，这里边都会有扇贝，毫无疑问。你看吧，这么多。哎呀，你带着好长时间了，你看可脏了，稍微洗一下。我们这边的水很干净，海货都特别干净。哎，我咋还拿不起来？只是这里沙太多，他们在这里会显得有点大。哎呀，太多了！来看看这些石块的底下有没有藏大点鱼、螃蟹什么的。这一个这个，这一个这个，没看见，没有啊。哎，这还一个。开口呼吸，好惬意呀、啊！哎哎，哎呦哎呦，什么情况啊？有一只鱼在它的身体里，你再不闭上都被鱼吃了，是不是不活了？能不能看到它蓝色的眼睛，很漂亮哟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吗？扇贝真是神奇的物种。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八爪鱼、螃蟹？没有。扇贝怎么这么多只眼睛？它真神奇、啊。嘿嘿嘿嘿嘿，没事了。应该没有活吧，走了。再看正在行走的鲍鱼，它正在爬哈。你看它的触须，哦哟，吸力还不小呢。它爬的时候没有吸力，但是你要碰它，它就开始吸了。收了。哎嘿，大美贝，真是成精了。我以前可没见过这么大的，我感觉今年的贝类格外大。今年是非常丰收的一年，硕果累累的，收了。哇塞，正在卧沙的猫眼螺，你看它的那个触须呀，你摄影师，哎，对，这里，还有你看它的肉刚吐出来要进去，哦，我一拿它，我就感觉它这里紧张了一下，收了，这是还没来得及吸水，哎呀，多少吸了一点，吃了一镜头，嘿，好吧。收了收了，擦擦镜头回家了，走。看这里好多螃蟹，我的天，这么大，你快看，发财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在前面捡了一只爪子，我说今天是不是有螃蟹。那一只这哪里啊？这里、啊、这里。哇塞，都跑这里了，那就先抓你吧。哇塞，你逃跑的还挺快的，你看这个螃蟹好大呀，这夹子还拿不起来。这太幸运了，我刚换了一个新夹子就发现大螃蟹了，这是大梭子蟹啊，母的，快点在这边。我的天，哇塞，哦，这个好厉害，你看，哦，对，太大了，这是掉了一个爪呀，这个
哇塞，真的也掉了一个爪，他们在打架了吗？是不是？哇塞，好沉啊！这两个还抱上了。咦、这个更厉害，你看这个，哇塞哇塞哇塞，这个是公的。哇塞，对，这个是公的，不一样，你们看，赶紧收了，这么多呀！哎，这个还没有爪子了，你看它的爪子掉这了。哎呦啊，这一会儿这是几个呀？哇塞，这个厉害，这个爪子你看。这个是抹的，哎呀，天哪，简直了！这个直接夹不起来，这个得多沉啊！你们看，大不大？比头还大。这个得一斤多吧？那果然看起来是比头还大呀！来，给你们看看，刚来要爆头了。加油，我是牛牛，过瘾吧？快给我点点赞，谢谢你们，都继续。哇塞，你看这里好多虾米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螃蟹，今天这里。螃蟹大发财，我的天哪，你看排水口大放水，从排水口排出来的吧。哎呀，对对对，还得用手捡，夹螃蟹夹的手都不会了。对呀，都没反应过来。哦，咋还有个鲍鱼上边？哎呀，你看吧，买一赠一的感觉。这个鲍鱼咋这么黑呀？快捡吧，真过瘾。哎，手套我也换了一个新的，但是这个手套感觉有点大。哎呦，哎，哎，快，这一会儿都给我急出汗了，有这么多螃蟹啊，快点吧，我今天能捡好多螃蟹，走吧，去，你看这里又一只螃蟹，哇塞，这么大，你看好厉害，有个大爪子，碰的泡泡，哇塞，太大了吧，你看它吃着草在这里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赶紧的，今天估计得整一桶啊，冲冲冲，看这里还有一些海凉菜，这海凉菜品质特别好，你们看是不是很干净还、啊、哟，哎呀不行啊，又夹不行，赶紧上手吧。哎，捡了它。哎呀，哇、哦、那是一个螃蟹。哎呀，快来快来，先捡了再说，再捡了这边再说吧。哎呀，快快，螃蟹螃蟹，哇塞，这个不活了吧？活的，你看，好大一只，我看公的母的，再一次你看看，应该是母的。哎，看看，母的。哇塞，绝了呀，好沉啊，这一个不得有两斤？看怎么样？是吧？我没看错的话，这里又是螃蟹，你看，哇塞，这个咋不动？哦，你看，它是没反应过来，它也很厉害，你看。哇塞，你看还在这里吃这个，这个海凉菜，那个哎呦，鲍鱼喜欢吃，螃蟹也喜欢吃吗？我觉得螃蟹不喜欢吃，螃蟹是喜欢吃肉的。我今天太幸运了。哎呀，这你看这个，他吐的水，你看见没？哎，注意这些细节干啥？赶紧的抓了再去抓别的。今天抓了20只螃蟹，这一只得卖个20块钱。怎么样？今天发财了！来，给我镜头。今天是我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天，全副武装，换了新装备，然后收获这么多。走，哇塞，这里有扇贝，有那个，哎呀，又一只鲍鱼啊，还有海凉菜，赶紧捡，一起收了。哎，好多海凉菜，好久没捡到了啊！你看这海凉菜品质多好，很干净啊！哎，收它！哎，这边还有扇贝，捡了它。哎，这边还有，过来！哎呀，先走！哎呀，我说我都要走了，在这里又发现一只大螃蟹，那我就失误的了。你看这个也好大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夹不动我直接的。好了，走吧，回家。看这里，那里，那里，都是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6个蛋。你看之前我也有，就是一次性抓6个蛋的时候，可能这一群鸟就是6个吧，一群有不同的数量嘛，对不对？我的天，刚刚在桶里有点打碎呀、啊，我看看，我检查一下碎了没，好吓人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来赶海了啊！刚来桶里还很干净，蛋还差
卷打碎了，下次来我会哎毛格丽，下次来我就在里边垫个袋子哈。今天忘带了，这个可脏了，又干净又脏了，就是装着袋子方便赶了海之后洗一下分类，正好还垫着头，别子别打碎了蛋。哎呀，走吧。大家喜欢牛牛视频，记得给牛牛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啊！谢谢你们。哇塞，刚刚镜头捕捉到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我刚刚架起来。哎呀呀呀！真是的，我刚把腿往这一迈，它啪就把嘴闭上。哎，好好放。这一个，这个怎么从来没见它开口呢？收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它不是开口的，它是吐舌头的，舌头一吐这么长，你们见过吗？我收了啊。这个是鸳鸯贝，很好吃，也很贵，高贵的食材，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，这个水煮着吃就很好。带走，这里有两个，不是搞得很新，很大，还挺硬邦的。其实这个拿回家可以吃，我还寻思不要了，带走吧，只要不软就行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，这个不行了，软软的。有八爪鱼没有？完了。这里贴着一个，真的是，这里有一个，能不能行啊？这个有点硬，不要了，走吧。耶，两个小鲍鱼，哎呀呀呀，这个在爬的，你看这个还在跳舞呀！一老远我就看到它转来转去的。快点，这还一个，你看。哇，好大呀！哇塞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这还一个。什么情况？它怎么在月亮背上？我以为它在石头上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一箭双雕的感觉，你们懂不懂？发财了！你们看我的草莓有没有发财的感觉？哇塞，我真的是没看错吧？好帅！鲍鱼，活不活？活的，软软的，活的，活的。哇塞，螃蟹活不活呀？这个空了水了，虽然看着很新鲜，你听，你们听，有点空，不要了。哇塞！哦，好大的肉，活的，活的！哎，这还有一个螃蟹，停了的吗？这，你看，我看看，哎，这个活，哎呦，我的妈耶！那这个也带回家吧，我本来寻思捡一个不够吃的，带回家看看，多少有点肉。哎，把你也带着。哎呀！咋事？哎呀！这是，哎呦！哎呀，我的天呀，你咋这么厉害？哎呀！我去，镜头高一点。好。不能行啊，小样，我还吃不了你呀。我要是有钱的就好了。就是说，咱们就是可以在评论区里说一下。有没有女生敢徒手拿螃蟹的？敢的打敢，然后不敢的打不敢。我看看这个比例有多少。我想只有就是这一个鲍鱼吗？没看见。我想只有喜欢就是户外活动的女生才敢拿吧。什么东西？我这么厉害的吗？走吧，看这里，我又发现两个蛋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坏了，这个被水泡了。这个破壳而出吧。不，这不行，我闻到有微臭的感觉。哎呀，不要了，这个也有点微臭了。这里有一个小的象拔蚌，哎，这壳怎么回事？还活的。看看这个底下有没有八爪鱼。螃蟹一只。哎，这个头跟桶里的差不多大呀。哎，怎么事？你也很厉害啊。哎呦，我的天，你也很厉害啊。我发现它少了一个爪，它刚刚那个什么的时候我看到了，这个感觉有点拿不住呀，快点！哎，给你们看看它少了哪一个爪。哎呀，看到了没？是不是少了一个这个爪？带走，给它回去。哎，哇，好大的毛蛤蜊，怎么没开口呢？个头不小哈，拳头那么大，是吧？鱼呀、啊！我的妈，不活了吗？哦，活了，你看，
新开花的，你看这一个也非常溜啊，但是这一个小的感觉就不怎么样了啊，奄奄一息的节奏。这咋回事啊？这是不是让鸟啄了？我给你们看看啊，这上边好多鸟毛呀，应该是让鸟啄了，可能没吃完，剩了三条给我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又来赶海了哈。刚来碰到这三条八爪鱼，走，继续。哎呀，这个鸟下力！哎，我的天，我感觉我没啥力气了，我怎么突然肚子疼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是为啥呀？我中午吃的什么来着？我来的路上我吃的菜煎饼，我突然肚子疼了。你们给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？啊，好疼啊！哎呀，可能今天收获不了什么有钱的了，肚子疼啊！哎，随便捡点回家吧。哦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听你捡了。就是肚子左边疼，就是肚子的左边疼。嗯，好疼啊，都疼出来眼泪了。这一会儿又好了，刚刚感觉下腰都有点困难。看这里，好大一条八爪鱼啊！还有，还行还行。好白呀、啊，白白嫩嫩的，你们看它的腿多干净，但是吸力好强，吸我手。看这里的下背，捡点回家。哎呀，这太水了，太好了。看这里有海星。哎呀，我又疼了，这拖的这肚子真疼，是咋回事啊？这海星有点脏，洗一下。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的，这一会儿又不行了。哦。我没看错的话，这里有一只蛤蜊，你老远就能看到它有蛤蜊壳在这里。你看看，这个还是这样的，这个还屁股朝上的。哦呦，这个太大了，可能个头大就任性啊，怎么姿势都可以。看看这个，哎呀，这底下应该有好多吧？我扒一扒试试啊。哦呀，我的天，我随便一扒就三个大蛤蜊，快点扒一扒。哎，行行，这收获可以。你看，还有毛蛤蜊在这。哎呀，哎，这一会儿咋没有了呢？就扒这一个，还行吧？这一会儿。哇，方向扩大，你看，方向扩大还有。哦，看，你看，哎呀。哎呀，这太大了吧？有没有感觉一个比一个大的感觉？嗯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。哎呦，嘿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，啊，这太少了，这一会儿不得小二十个，我竟然没数一数。早知道这么多，我数一下呀。之前我都有数的习惯，我发现最近捡蛤蜊我都没数，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改变了？没有了吧？看这里有一个海星，哦，你们看，低头一看，这里还有一窝蛤蜊啊！哎呀，好多啊！这是在等着我吗？我发现哈，经常有海星指引我抓大货，要么是抓八爪鱼，你看，要么是捡蛤蜊。我看这一堆有多少啊？有没有？我的妈呀，太大了吧这也！我给你们个参照物，你们来想象一下，你看这两个小。这个大，这有三指那么宽，你们想一下，一个蛤蜊有三指宽是多大？你们如果在看视频的话，用我自己的手比划比划看看啊。如果觉得大的话，记得给我的视频双击，谢谢大家，比心，就点两下屏幕就好了。视频右边有一个小爱心，把它点亮就好了，点成红色的。我看这边走了一圈了，啥货没有？这是个啥？管子。哎呦，这管子算是个垃圾，我给它带出去。这也是个垃圾，那个、这个拿不出来，那个是长了地上了，不能随便动。又泡沫，拿出去。我的妈呀，八爪鱼一只呀！看，咦，还行，收了，是不是？在这里面。我刚刚看到它在这一会儿它来这边了。哦，抓它脑袋了。我的天啊，拿着他脑袋怪怪的，就生怕给他抠进去，给他抠破了。我的天，他吸力好大，他还不想出来。这要拽他爪子的话，他就断肚子包了。我拍不到，你用劲拽。我拽到他的头，
你拍不到吗？你看这不在这吗？但是它不出来，我把它头拽扁了，它也不出来。这个石块咱拿不起来，哎，我是搬不动，我两个手，你换个方向，你来上面拍。我拍不到。我，哎，你看我头都给它拽扁了，它也不出来，差点把它这个卵给它拽出来了。我再用个力，你们说这个卵是不是就拿出来了？哎呀，我的天，干啥呀？你在里边干啥呀？这么倔强干啥？跟我走呗。有啥不好的跟我走，好，把垃圾带出去，走，来继续。哎呀，我看这是扇贝也张口了，这不壳子都晒干嘛了，应该是不太行了，我先回家用喂鸡吧。哎，扇贝我实在是吃也行不吃也行，我吃的话就光吃好的，像这种开口不太活的喂鸡了。带走啊！我在这里，一只大眼，快快看，这么多！你看那俩还跑在那里了！哇塞，我的天，这是多少大呀？哎呀，一二三四五，哟，小心点，别碎了啊！给不给力？你们看，我这刚来，捡了几个水晶，不小心过来溜了，哎呦，爆了！让我一脚给踹跑了，刚才。加上这一个是七个，我的天！没睡吧？刚才我好像蹭了一脚。有点裂味儿，问题不大。大家好，我是宁宁，未来赶海了啊！你们看我收获这么多大，开不开心？都给我点点赞哟！都回来了。我刚刚拿桶的那一刻，我看到这里边有八爪鱼，你看是不是？果然是有的。哎呦，这个石块可能拿不起来。我逮着它的爪子，使劲往外拽吧。坏了，我感觉他力气很大，拽不出来。坏了坏了，哎呦啊，他可能要断爪子，爪子断了就等于跑了。他要自保？别说话，多抓几，多拽几条，他就自保不了了。如果说你就只拽他一个小爪子，他可能就断爪自保了。你我现在拽他三条，拽不出来了，翻石头了。这个石块不一定能翻动了。你翻翻试试，实在不行。别别，不能松手。我先借你力拽，哎呀啊，不能行，小心、看俩爪子，我的妈呀，太生猛了，这个石块我这倒是拿不出来的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你们说我狠不狠，我俩爪子就给他拽断了，这是他自己断的，不是我拽的吧，我使劲翻一下是啥。妈耶，重来吧，我的天，我翻这一块石块比我干还一天都还累，看底下还有吗？好像还一个在那儿。哪在这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在这呀，你说在那虫上，你去。哎呀，我的妈，我的妈呀，可累死我了，捡这两条八爪鱼可真不容易，可累死了，哎呀我的妈，累不行了，我以为就一条，翻开看看里边有两条，这么累也值到的，也值了。给它放回家。耶，我出去了，这么大个石块我都能翻起来，走。哇塞，猫眼螺一只，我看到那一个鼓包，那是不是好多沙呀？在沙滩上捡猫眼螺就是沙多，还活吧？哎，还是活的，没来得及握沙就让我碰上了。我看这一个鼓包，虽然它不明显，但是很像，你看到了吗？上边就这种花纹。出来吧，哎，果然是一只猫眼螺躺在里边，嘿，肉还不大，肉不大，但是水多呀。吸水特别多，这个勤快。看，这个个头小一点，收了啊。哎呦，你看小鱼呀，还活不活？哎，还是活的，带走了。这个鲍鱼不要了。我没看见啊，这一只鲍鱼。哎，竟然没发现，你看它的触须都出来了。咦、吸在石头上的哟。看看这个，它没吸，看看活不？还是动的，还活。走，
鱼，你看两个脑袋。哎呦，比起这两条八爪鱼，那两条八爪鱼可把我累惨了。你看这个，就翻这么一个小石块就可以了。哇，可以可以，但是这两个好像小一点。这个石头放下。你看这是个什么？哎呀，这是珊瑚，但是烂的已经不成样子了。你看一弄就碎了。哎呀我的天，它如果是鲜艳的时候在海边应该挺好看。你看这上边还长了那个什么东西，海洋生物。放在这吧，我不想破坏它。洗一下手，我继续。看你两个蛋，那里还有一条鱼，还有沙粒呢。哦，两个蛋。你看，哎呀，我没看见这个八爪鱼。我也没看见。你脚踩上那一刻，我看到了。对不起。但是你还是踩到它了，可怜。嗯，可怜的脚八爪，幸亏我救他。如果不是我阻拦你，你脚一踩下去，头就给他爆了。我的天，你这180斤的大肉棍！但是我轻轻的已经踩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踩到他了，幸亏我阻拦你，吓死我了！我的天，扇贝，还有一条小鳗鱼在这儿，这是七星鳗鱼，这种鳗鱼就长这么大，长不大的，不行吧？最近鳗鱼好多啊！油的，对，真的最近鳗鱼好多呀。走，你们快看这里，好多鱼啊！这里两条，这里还有两条。我看这边的，什么情况呀？你看这个受伤了，这个不活了。我看这个，不活的话看着也很新鲜啊。我的天，这个也不活了，这边俩应该还是活的吧？这是七星鳗。对，七星鳗。哎呦！他怎么也抓嘴啊？哎呀，他也不活了呀！我的天，那不还动吗？咋不活了？咋就？你看他哪动了？这样吧，这里的哦，这个活的，我的妈，三条死的，一条活的，哎，这条很厉害，哎嘿，耶！我的妈，他应该不咬人吧？主要是我手套太滑溜了啊！哎，呜。哇、塞！你快点快点，你拽一个，你看没？看没？还有一个。对，这还有一个。等等会儿，给我弄过去。行吧，头疼。这里还有吗？我竟然抓它那看到它藏的挺好的。抓它那尾巴。没抓到。抓到了没？没有。哇塞，这里边是洞。它进去了，我感觉到它的肉肉的在这里，不知道是，哎呀妈呀，可能是海葵，反正肉肉的软软的，不知道是它的肉还是海葵呀、那尾巴我都看见了刚才。对呀、是里边一个，我也看到了，但是这里肉肉的我也动不了，那不知道是什么呀。够呛了。我感觉它的尾巴，因为这里你们看那手都能伸进去，我这个指头能抠到里边的洞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感觉是它应该是钻进去了。不要了不要了，抓不到了，再不要了啊，就当放生了。可能一会儿过来的话它又自己出来了，一会儿再过来看看还有没有吧。走了。哇塞，你们看这里又有一只鱼。哦，这里边还藏了一条八爪鱼呢，我说错了哈，是一条鱼。这个呢，这个还活不活？这个应该是活的啊，只是奄奄一息了。我看看八爪鱼怎么样。哎，还是很鲜活的。哦，你看起开花了，收了啊。走，看看这个石块底下，来给你们看看海鸥的毛吧，应该是，是吧？看这里还有一个。哎嘿，不常给你们拍到啊，偶尔的给你们看看。有吗？没有。哎，这是啥石块？我以为是个螃蟹呢。走吧。哎呦，哎呀我的妈，差点劈开了。看这里还有八爪鱼，我的天，哇塞，两头，哇塞，而且还是这么大的。我的妈呀，发财了，这可比前面逮鱼爽多了呀。前面那鱼半死不活的那个样，应该是你那个鱼也是很虚弱的啊。这天太冷了，可能冻着了。哎，追不出来。
这么出来。哇的天，哎哎，这个我都拿起来了，它又跑了。哎呦，哦呦，这可有点挑战我的本事了，差点没抓起来呢。这边的石块咱都挨着翻翻看看。哎呦，没了，走，来这边看看。这你翻呗。这个石块我翻了吗？这个好像没翻起来，翻翻看。不能漏了，这个底下刚才那不是啊！哎呀呀呀呀！看啥呀？收了，把这扇贝收了。你看，都是还不错的。哎，掉了。哦，这几个扇贝也可以。哎，换桶了。这边是不是还有？还有这一个，这两个。你看看这些凉菜带也好走。哇塞，这怎么最近长这么多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快把扇贝放桶里，我薅点，直接给它薅走啊。你看看这种拌凉菜可好吃了。哎呀，发财了发财了。哎呀，我都好久没吃到这种凉菜了。哎呦我的天，发财了。哎，阿飞，我的天，这个吃起来口感特别好，我感觉这里的大呢反而。哎，好嘞，我来这边来。哎，这个石头上的小，那明显的不如那边的大，小的先让它长长，先不要了，薅点大的吧。你看这边石头上还长了不多不少。哎，看看这边长得大，过来，这个石头上的大一点。你看它长，我就能看得出来，很明显。哦，妈呀，我的天，掉了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发财了这回。嘿，这里有只鲍鱼呀！我的天，我差点没看出来。哦呀妈呀，鲜活的！哎呀，我的天，吸的可紧了呢，挺灵活的耶。收了啊！看这两个鲍鱼很大，肉很肥。别走了。这口都排大虾，所以我来的都早，来的早吃好呀。你看那天来大虾都活着，今天来大虾也活，这太棒了。你看这品质多好，我的天我的天，我的妈呀，这要喂孩子的话量这不就够了。哎呀，哈哈，太好了，可惜咱没孩子，我自己吃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又来赶海了啊。你们喜欢给孩子吃这种虾吗？这种是鲜甜的，没有泥腥味。有好多朋友都说这是河虾，这是我们本地的海水养殖虾，从排水口里出来的啊。你看排水口大排水的时候，难免就会出来各种海鲜等等等等。不多说了啊，给你们解解惑，我就赶紧干活了。哇，都活的，而且很大，我的妈，发了发了，赚大了。哎，看看你哦，你别踩，我还得打算翻一下，看看里面有没有八爪鱼。还一只。好了，起来，我翻一下看看有没有八爪鱼。我估计有虾。哦，哎呦！天，你可以啊！我的妈呀！我看到这个石块的时候，我就要翻它的，因为我每次来我都想翻这个大石块。哇，吸力好强啊！就是这些海鲜啊，它不攻击你的时候，你感觉毫无压力，拿着也不害怕；它们一反抗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很害怕的。哇塞！太棒了，这也，看看还有吗？大虾还有吗？这还有扇贝。扇贝，走，咱快去排水口那边看看，排水口有没有大虾呀？应该是有的。你看这里俩扇贝，哦，那里还有一只大虾呀！你看他们会在这个有石头那个地方会堵住，然后所以说他们就都留在这了。哇，不错，快点捡。不错不错，马上就到排水口了，过来过来看看。你看也是都躲在这了，这里都没有，都躲在这了。来吧我的哥，进到我的桶里。这一会儿我感觉三斤是有了吧。哎妈呀，咱们这现在大虾可能是50斤还是40多，就当50吧，耽误150。到这儿这一个扇贝还有吗？我看，我还以为这个也是扇贝。哦，不错，走走，继续，看看这边还能不能捡点啥。哟，这里边啥也没有啊，好赶紧。看看这个方向还有，这个还活不活？
活不活呀？奄奄一息的样子。看看，哎呦我的天，它也是堵在这儿下不去了。我觉得咱应该去下游看看，你说呢？去吧，走，捡完这边下去。起！哎呀，有一只哎，这太幸运了，今天三只八爪鱼上货了啊！我的天，太漂亮了这八爪鱼。去下面一看，你们这边好多海带，你看海带底下还有大虾，这边还有一块，那边还有一块，我就捡了它。哇，海带和大虾，你们敢信吗？这个虾不错耶。哎呀，今天这个海带品质好啊，你们看这品质多好。我的天，就是厚度够了啊，但是我觉得这里有点咬不动。这个我给卷一下，老了。对，就是有点老了，卷一下吧，要不然放在桶里把虾不都卖坏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卷一下，海带这样卷好收纳。你看，大虾呀，你看，哎呦，虾都卷出来了，都把我放桶里了。这样卷，有聪明的网友就会在那个评论区提醒我，其实我也知道，但是有点浪费时间。卷起来了啊，下来看看。我的天，你看看，哦呦，还活的，你看，看看底下还有吗？你帮我看着点大虾啊。嗯。这底下有没有压住大虾？这个要卷一下吗？好好好，卷一下吧。好慢，好慢呀，还放桶里。我已经闻到大虾的气味了。卷还是太慢了，哎呀，我的天，好难。直接扔桶里吧。行了行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大了！这是我最，这是我最近赶海捡海带以来捡的品质最好的了，收了啊！来，你看看，这里还漏一个大虾，都堵过去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虾真好，哎，还活的，活的，太棒了，真可爱呀！放在我的海带底下，你看看，我这又爆桶了吧？你们看看，我赶海厉害吧？啊！你们馋不馋？我听你们说你们那海带几十一斤，把我吓死了，我就想要去贩卖海带了。都要回家了，你看看在这里又发现四只大虾，这要真的一漏了就多难受啊，感觉多浪费呀、啊！我的天，我每次剪视频的时候都发现我有一漏大虾，就有各种心疼。因为漏是难免的，网友的眼睛又特别尖，我看不到的时候他们都会提醒我，放桶里啊。好多海带呀、啊！你们还记得吗？之前我穿大棉袄，冬天的时候，当然也不是冬天，就是刚过完年没多久，我就在这边发现大海带了，品质也很好。你看今天我来又发现大海带了，这太好了。反正最近海带我是吃够了，我都送给邻居家了。你们想吃吗？真想送给你们一点啊！可是这个海带鲜的不能发货呀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能给大家发过去，你拽着我啊！嗯，这边有点滑，还有点深，真吓人哦！哎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你看这边还有，哇，这边这块大呀，好大呀！你看这个还带着海带头，哎，这个碎了，你看很鲜嫩呀。大家是不是吃海带的时候都担心它咬不动？你看我们这个多鲜嫩，很嫩啊，吃起来很鲜、很嫩、很脆。我的天，这来刚开始，这又开始海带爆头，哇，吃是吃够了，赶海最主要的是乐趣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我听见、嗯。这边啊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也是。那快，我这边好捡点。啊！我看这边有一个海星了，我放着啊，我放着，我过来捡海星。哇，这个海星真漂亮！你慢一点过来。嗯。哎，我试探着啊。哎呦，这边水有点深啊，会不会 ？Oh no， 有点深啊，会湿了我的袖子的。哦，不能行啊！我来，我湿了就湿了。别，我算了，咱不用了。哇，这里好多蛋呀！什么情况呀，毫无顾忌的就拉在这儿，之前捡的好歹的人家还有所挡了一下，你看看这直接的也不找个软和地方直接下在这儿，幸亏我来得早，
来的晚，一会儿这些泥就洗掉了。当然腌的时间越长越不好，来的早越好啊，你们知道吧，腌时间长了回去新鲜度就会降低一点，就得赶紧吃掉。看看有没有，啥也没有啊！看看，哇、哦，刚要说看看有没有啊，太大了吧这也，不错不错。哎呀，它长得可真好，肤白貌美大长腿的，这个还很鲜活啊。只是它没反应过来，你看开始反应了，哦，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进我的桶里了。咱看看这个桶里有没有，不是说错了，不是桶里。是石头底下，慢点放，慢点放。哇，看这一个，这个反应快一点，一拿它它就反应了，气的都开花了。你看它这个大脑袋也是桃子形的。好了，放桶里啊。你看看这里边又有好大一块海带，这片海域简直了，海带发达了。你看看海带大爆发呀，这么大呀。之前我都说了，千万不要海带，千万不要海带，这又有海带了。行吧，白给的不要白不要，你们说呢？走，上来，看看这个石头底下有过没？起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吓我一跳，身上脑袋尖尖的，不都是桃子脑袋吗？你怎么尖尖的？哎呀哎呀，挺好的，这个皱了啊，走，继续。我发现一个在满口玩耍的小八爪鱼，它的洞应该是在这里哈、啊，应该是它出来了，就让我给碰上了。哎哎哎！我不擅长从那里边套八爪鱼，如果它在那里边，我就碰不上它。你看它在这里吸得可紧了，这是它的出水口。行，不说了，赶紧把它。你看看，它想回家了，它想逃，不想走还。不想走我也得走啊，让我回我家吧。走，放桶里啊。哎呀，吸力好强啊！咦，走，咱这边。现在已经是赶海第四个小时了，我桶已经实在十分满了，而且我已经拿不动了，我都给他们拿出来，这样轻松好多。看看这边有没有大货？哎，这个是不是拿不起来啊？就像长在上面似的，靠一下。这不行，那肯定没有。底下没有。掏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！你看这个，像不像蓝宝石？快把沙背下来，又涨潮了。每次赶海不涨潮，我是不走啊。这里边又有沙背，不走啊！哎，看这里还有一个，水涨上来，沙背在里边都不明显了。